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的是美蒂菲的安瓶精华。我们这次订购了两个颜色，粉红色是柑橘蓝精华安瓶，绿色呢是小球藻，等会儿再介绍。这个粉红色呢也是一盒呢，大概是在韩国的美容院呢皮肤科呢是卖到700左右人民币的价格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上行价也是非常的给力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一盒呢是有16瓶，大概每8瓶呢都会配一个这样的滴管的帽子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精华的，就是质地，是非常的清透的，而且很好吸收，在脸上就是涂抹开来，一下子就渗透进去了。我有的时候没反应过来，还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再涂一遍，就是非常的很快的就吸收了。然后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非常的干净卫生的。一瓶呢可以用7天，然后非常的经用，这一瓶可以用7天，然后28天是一个疗程。那味道呢也是很好闻的，我现在抹的这个是小球藻，一下子就吸收了。然后我再介绍一下各自的功效哈，粉红色这个呢是。粉红色这个呢，柑橘蓝的精华安瓶呢，是对痘印呐、痘痘还有灼伤肌肤呢，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修复的功效。就是像我现在生理期的冒痘的情况下呢，我都会选择这一款粉红色的柑橘蓝精华安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是粉红色的，它可以改善暗沉发黄的肌肤，然后清除皮肤上的毒素，然后舒缓皮肤敏感。然后重建皮肤的天然防御功效，然后增强皮肤的抵抗力，减少外界对皮肤的伤害和刺激，它都能够达到很好的修复。就像对痘痘啊、痘印啊，然后问题肌肤比较多的，就可以选择这款粉红色的精华了。而另外这款绿色的这个小球藻精华，大家看一下也是一样的，一盒是16瓶，但我们这次都会拆开来拆分来，方便大家选择就试用嘛。你觉得好的话再去买一盒，然后拆开来，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个精华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呢一样的也是就是含有EGF 修复因子，它们这个精华呢都是可以用在 MTS 啊激光以后，对这个就是修复的时候深层导入的时候的纳米精华。然后这个绿色这一款小球藻，它对于什么人群是非常合适的，很多人都会跟我说，皮肤敏感到根本就不知道要用什么护肤品了，用什么都很刺激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一下，选择这款绿色的精华，它是对那个修复这个敏感肌肤非常给力的一款精华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，它是可以舒缓敏感肌肤、收缩毛孔的，就是细胞活性物质，促进新的细胞转化，增强细胞数量，从而达到修复受损层次、改善敏感肌的。可以看一下这个透明的绿色哈，然后呢，它可以增加，就是可以减少，因为用那个很多人呢，他为什么会很容易过敏呢？是因为他那个化妆品使用不当而引起的过敏率，它也能够降低的。所以就是对于薄皮啊、红血丝，还有这个两颊，就是很多人两颊旁边泛红的这种肌肤呢，它都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。所以就是这次就专门订购了这两个颜色，针对性的选择对自己的肌肤适合的那个精华安瓶。具体另外它们各自含有什么成分的功效，我也会详细的写在链接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了。